今天呢，我们在巴西华侨协会张伟会长的带领下，部分理监事在中国商会的门口，给我们旅居圣保罗的所有的华人华侨免费发放口罩。今天呢，我们发放的口罩呢是26000只，那么过几天我们还会有10万只的口罩免费发放给我们的侨胞朋友们。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侨胞最想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中草药。中草药我们现在正在路上，再过几天也会到达圣保罗，到时候我们再通知所有的侨胞朋友们到我们的这个指定的地点进行免费的发放。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现在目前所有的侨胞朋友们最想要的一个东西。另外一点，巴西圣保罗疫情还没有爆发，我觉得接下来2个星期应该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是爆发的高峰期快要到了。那这个时候我希望所有的侨胞朋友一定要响应政府的号召，一定要居家隔离，少出门，少聚会，待在家里，保护好自己，这是我们最重要的。2020年我们的目标是活着，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也很明白。钱赚不完，我们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度过2020年。谢谢。这是全对我们李先生的对全场，就是我们尽量给60岁以上的，然后在他们有需求的帮助大家，希望大家不要躲过，就这样子。中草药，中药在货柜里面，在海运里面，到时候再通知大家，就这样子。边过不去，快点，这里对，要从那边排，那边过来，60岁老人带领啊，这边过不来的，要从这边过来，对，60岁以上的老人带领。然后点进去，要么钻进去，然后呢？这要输一下吗？赶紧输一下，输一下。那我输您的了啊。嗯，可以。哎。您的手机号，您后边的这个资料填一下。7258。然后邮箱选填，然后就填带领人的姓名，比如说我。那个小伙子还不错，人家就直接说了，我口罩有了，我就留给最需要的人，我口罩就不要了。哎，有就是拿中药吗？没有，现在没有中药了吧？中药你没病吃啊？中药？我的证件我不是给有病的治病的人家要的，对，没药没病要的也干嘛？要干嘛呢？对吧？做好防护措施就行了，对吧？申领，在那边申领，就是填表的，让他在那边就填好。都给提交成功了，然后拿着这个带领人拿着这个历史记录加上他一个证件就可以过来领了。 OK， 就是这样。有一个是不能填，这是防护服，我准备了几千件防护服，有个别要回国的，防护服要给个别回国的。马上回去，你扣下来，马上回去。我们普通民众。
不需要你是说他明天来拿还能拿吗？他明天来拿还能拿吗？就是他问的明天来拿还可不可以再来拿，因为他明天来的话他明天还要再次签到。对啊，明天再次签到的话，我们那个历史记录里面它有的，你是哪一天签过到了，哪今天又来签到了。就原则上还是每个人就来拿一次就差不多，就是一个礼拜拿一次，这就固定。我觉得一个礼拜拿一次，哎，一个礼拜拿一次是不是可以这样？一个礼拜拿一次差不多。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也公布一下，让尽可能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拿到，对对对对，不是一个人拿很多这样。对对对。那没身份可以拿吗？没事，要调护照号码可以的。买了很多的口罩，就其地方都买不到，很多地方买不到，所以我们就过来这里领。我们自己中国也买了很多，就是寄不出来，所有的邮寄，所有的人都现在都出不了嘛。我也买了2000来个口罩，就是没有，就是寄不过来。我们现在就缺口罩。我跟老师不要了，这么难为情，给需要的人。他说我老婆说我们现在也真的没有。我们现在就说中国那么多，现在要带不回来，那就没办法。就说在这里有封的话，封现在就几区药店，所有的药店买都买不到。只要早有时间嘛，我们也觉得大意，觉得没关系，不需要买。现在需要买的时候，现在也买不到了。你们好了吗？您是做什么职业？我是在保利斯塔开店的。现在店都关了吧？对啊，店都关了，现在也没事情了。也没事情。都关了。那口罩现在还是很需要嘛？就是现在就是快递也递不了，人也就是说人回来过来带的，也航班都停了，谁带过来就没办法。现在就是没有，就是像我老公说的，你有钱也买不到口罩。再说这些口罩，我想全部也是中国做过来，巴西没有做口罩的，应该我想这里的所有的口罩都是中国带过来。你说是不是？A história de amizade entre o Brasil e a China tem raízes antigas e profundas. Os brasileiros e os chineses têm muitas coisas em comum. A diversidade de culturas, a grandeza de seu território, o colorido de nossas tradições, o ritmo contagiante dos tambores, a alegria de seu povo. No momento em que a alegria parece distante, a amizade se torna ainda mais importante. Agradecemos a todos que colocam a amizade acima da raiva, o amor acima do ódio, a solidariedade acima do preconceito e a esperança acima da perseguição. Porque a amizade, o amor e a esperança que nos unem como seres humanos.